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彦。你参加很久了吗？第一次比赛。之前都没有。没有。那会紧张吗？还好。还好。怎么会喜欢健身？没有，就兴趣而已。突然开始接触到，然后就练到有兴趣。所以你没有接触到其他的运动项目吗？比较少。比较少。比较少。你只有接触健身而已。现阶段就只有健身。哦，那你现在练习如何？现在练习如何？没有太多时间练习，就是想出来体验一下。体验而已。所以你自己觉得会不会得名？没有想，没有想。